街上挥拳往店家猛 K， 外送员不止当街暴走，上演擂台赛，下秒还从机车置物箱内拿出开山刀攻击。外送员与店家暴打大 PK， 当街扭打成一团。换个角度，店内客人今见外送员出手攻击，更是立刻冲到马路帮忙压制，赶紧报案。对不起，他十二点我到了。好，他说要等十分钟，我就说我先去别的地方。他说按了十分钟要回来，我回来，他说按不是跟你讲十分钟。我说对啊，我。警方到场，双方情绪还是很激动。怎么回事？事发就在2号中午，北市文昌街。原来民众请外送员到店家取餐，外送员到了，与店家约定好中午12点10分拿餐，却因为迟到也声口角。全案讯后，依刑法伤害、恐吓及妨碍名誉等罪嫌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但不止北市，新北中和锦屏路也上演全武行。只见骑士两人车道上直接停车，黑男孩大拉拉从机车车厢拿出急迫器，马路中央狂 K 对方拼输赢。路人见状热心停车劝架。原来双方在前一个路口发生擦撞，黑男一路追到这儿，理论单挑，但动手就是不对，遭对方提告伤害罪送办。记者杨世旭、黄玉兰采访报道。